今朝嘅 A T 个股推介呢系百度九八八八㗎。拣选原因系啦，内地加强呢个科技创新啦，加上憧憬啦，美联储暂停加息等嘅因素啦，支持新经济股反弹嘅人工智能 A I 呢相关股份呢有望跑出，股份可以留意百度㗎。百度创建 A I 大语言模型啦，文心一言啦，具备深度语言理解同埋生成嘅能力，系目前国内领先嘅自主研发 A I 产品。 我哋近日發布咗啦人工智能大規模體驗報告，顯示百度嘅民心一言咧總得分就係位居全國嘅第一，並且喺基礎能力智商、情商、工作提效等均獲得國內第一嘅表現突出。策略上百度嘅股價啦，琴日係收報一百三十八個一價，升咗百分之四點九，創造兩個月嘅高位。策略上可以喺一百三十五蚊吸納短期先睇一百四十七蚊嘅跌穿一百二十七蚊就適宜減持。